BGD 880S 延误腐蚀试验箱符合 GB 更T 1771及 ISO 7253标准。塔什喷雾系统使延误分布更加均匀，沉降量自由调整。内外壳体均采用进口 PVC 硬质塑料板制成，耐腐蚀、抗老化、易清洗、无泄漏现象。PVC 盖可随时清楚地看到箱内测试物品和喷雾状况，采用水密封结构，无烟雾溢出。采用门锁开启式边盖板，线路控制板及其他元件均便于检查维护，方便美观。高精度数显控温仪，误差在正负0.1摄氏度。多重安全保护装置，缺水、超温及双重压力调整保护。仪器装有无结晶玻璃喷嘴，并带有除雾功能。仪器包含一个排气管接头，两个支撑杆，两个50毫升的量桶，一个500毫升的量杯，一个喷嘴，六个微型支架，12根割杆，一根气管，一个排气管爆箍，一根排气管，一个水桶，两根保险丝，一盒 pH 试纸，两个胶塞及两瓶氯化钠。